你们可算来了。你是舒姑娘，我就是雪倾城，咱们总算见面了。我们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，多谢姐姐以身相替，我才能有机会和孟哥哥私奔。当初形势所迫，不得不暗中劫走姑娘，还望姑娘见谅。好了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有什么话还是出去再说吧。嗯，舒姑娘，你赶紧动身跟我们走。啊，不行，走不了了。刘德昭宴请钦差大人，要我前去陪酒助兴。啊，怪不得裘敏在外面守着，如果他去宴席的话，那对龙大人就更加不利了。